嗱，成個月冇見，考下你先，我係邊個？唔好意思啊，我真系谂唔起。阿伯，你贵姓啊？你唔記得係唔緊要，你記得我啦啩？我哋上個禮拜先飲過茶啫噃。你就好熟口面嘅，不過你係邊位啊？我都唔記得啊！唉，阿爸情況越嚟越差啦，唔知點算好？你真係唔記得我哋係邊個？咁你話俾我聽，你係邊個？我問你先噶喎，一你話答我先啦。咁你都講唔得出你係我邊個，我又點知你係我邊個喎？好鬼煩啊！阿梅，肚餓啦，幾時先至有嘢食啊？哇！好彩你仲記得我阿梅咋？但我係你邊個啊？好煩啊！你真問嚟問去都唔知你哋想點，唔同你哋講，人哋肚餓啫，幾時先有嘢食啊？睇到刚才嘅情景，你唔系觉得似曾相识呢？喺情景里面，屋企人对长者睇嚟系相当关心同埋爱护嘅。当察觉到长者嘅记忆力越嚟越差，大家都显得好担心。而佢哋咧就用咗一种唔正确嘅方法去同长者沟通，结果咧造成反效果，令到长者觉得好唔高兴。问题出喺边度呢？长者有咗认知障碍，好多人都以为。俾一啲题目佢啊，考下佢啊，或者俾佢多啲动脑筋，咁样系可以有助改善佢嘅记忆嘅。但系就往往咧忽略咗长者嘅感受同埋佢嘅心理需要，其中一种嘅需要就系能力感啦。当佢嘅女婿话我考下你先，呢个时候咧就好似俾长者一个挑战，如果答错咗，长者就可能觉得会怀疑自己嘅能力，觉得好挫败。跟住几个亲人咧，大家都系问同一类问题，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啊？咁样令到长者觉得又挫败又困扰，咁佢嘅心里面可能就喺度谂：我系咪有问题咧？点解我唔记得呢啲人系边个嘅咧？加上睇到呢啲熟悉嘅面孔，之前喺度大笑，之后咧又好似个个都显得好忧心。呢啲情绪嘅变化咧，更加影响咗长者嘅情绪，令到佢乱上加乱。更加令佢怀疑自己嘅能力，产生负面嘅情绪。每个人都有能力感嘅需要噶，每个人其实都希望自己系一个有用、有贡献嘅人。我哋关心长者，就应该尽量咧协助佢满足佢嘅心理需要，令到佢觉得开心，而唔系咧不断去打击佢嘅自信心，令到佢觉得自己系冇能力嘅。所以大家记住。日后如果见到认知障碍长者嘅时候咧，我哋千祈唔好问呢一类问题，就话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啊？因为呢一类嘅问题咧，不单止唔能够帮到佢增强记忆，反而系会令到佢产生负面嘅情绪嘅。咁样唔系帮紧佢，而系令到佢咧生活更加唔开心嘅啫。我哋应该多啲去关注，其实佢仲有啲咩系做得到，甚至系做得好嘅咧，放大佢嘅强项。我哋会回应长者能力感嘅需要。以上呢啲情景咧，虽然系反面教材，但系有几点咧都好值得我哋关注嘅，可以帮助我哋了解呢个长者其实喺某一啲方面嘅能力咧系保存得几好嘅。考下你先，我系边个啊？阿伯，你贵姓啊？长者谂唔起面前呢一个女婿系边个。佢觉得好似有啲唔好意思，于是咧好有礼貌咁样道歉一下，然后咧就再问对方系边一个。呢度显示咧，佢喺社交能力方面咧，其实仍然都系唔错嘅。佢能够懂得用适当嘅语句同埋态度同人哋建立关系，唔会得失人哋。呢个系强项嚟嘅。有啲认知障碍长者，由于各方面嘅判断力失准，譬如佢唔懂得喺咩场合有啲咩应该做或者唔应该做。佢哋就可能咧表现得好自我，完全唔顾人哋啲感受，
结果可能呢就会令到人哋唔喜欢同佢交往或者沟通啦。而家呢位长者呢同人沟通好有分寸喎，其实我哋好值得为佢高兴嘅。另外呢度有一点好有趣，就是长者点解会叫呢一个年纪明显比佢细嘅女婿叫佢做阿伯呢？其实当一个人嘅记忆力衰退呢，首先佢失去嘅记忆啦，一般系属于短期嘅记忆，即系话咧越近发生嘅嘢咧就越快会忘记嘅。呢个亦都部分解释咗点解认知障碍嘅人咧常常都会系唔记得咗啱啱做好嘅嘢，譬如话食咗饭未啊，食咗药未啊，或者锁咗门未啊咁样。因此佢就会成日重复问啊，我做咗啲乜乜未啊咁样。随住大脑功能嘅衰退咧，长者对自己过去嘅生活嘅记忆咧，逐渐可能退到十年前，甚至可能五十年前。例如影片当中呢个长者咧，佢嘅记忆可能咧就已经倒退去到四十年前嘅时候啦。当时佢系三十几岁，而而家当佢呢一个三十几岁嘅佢，同眼前呢一个有白头发嘅男人倾偈嘅时候咧，佢称呼呢一个男人做阿伯，其实系好合理嘅。我哋要有效同认知障碍长者沟通，就必须要代入佢嘅世界，尝试了解佢睇到嘅世界系点样嘅，而唔系去更正佢，话佢错。其实只要佢嘅自我感觉良好，边个啱边个错又有咩重要呢？喺后半部嘅对谈当中咧，出现咗另外一个有趣嘅地方。咁你话俾我听，你系边个？我问你先噶，一你话答我先啦。咁你都讲唔得出你系我边个，我又点知道你系我边个？喺个对话当中咧，长者反问对方：你话我系你边个啊？然后佢就再讲：你自己都讲唔到你系我边个，咁我又点知道你系边个啊？从逻辑推论的角度来讲，他是啱的。由此亦都可以见到，长者在逻辑思维方面的能力是保存得相当好的，这一点是值得他家人安慰的。有些认知障碍长者有时会用了一些方法掩饰自己的弱处的，譬如用一些含含糊糊的方式去答一些他不肯定或者是想不起的事。他们可能会说是这么上下啦，都是这样，或者我不是怎样啊，这样这一类的说话呢，其实背后呢可能就是为了要去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愿意被人看到有些事自己已经做不到了，希望显示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无需要在这些难处上面寻根究底，要求的长者呢是讲出正确的答案的。我们倒不如呢花多些精力去发掘究竟他还有什么事是能够做到的呢，令到他感觉自我良好，快乐地活好每一天，岂不是更好吗？好，今集我和大家分享有关如何满足长者在能力感方面的需要，希望大家日后见到长者的时候呢，就不要再问我是谁啊这类的问题了。今次先讲到这里吧。